My blade is yours. 大家好，我是易大师。今天我带来一个在英雄联盟中非常请问是啊。啊，莫维特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有看到我朋友吗？朋友？谁呀？大叔达瑞斯。啊，没有。哦。啊，请问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啊。啊，是这样的，因为等一下我有事情，所以可以请你离开一下吗？哦 ，Rock。今天我带来一个在英雄联盟中非常可爱的朋友来了，我请他给大家说话。你真的没有看到达瑞斯吗？啊，真的没有。哦，你在干嘛？我等等要跟一个朋友说话。是谁呀？一个可爱的朋友。可爱的朋友是谁呀？可以跟我说吗？啊，先不能透露。哎呦，你很幼稚耶，干嘛不讲啊？啊，哦，讲嘛，可爱的朋友讲嘛，可爱的朋友讲嘛，可爱的朋友嘛讲。哦，好好，我说，是提姆。哦，提姆，还好吧。那你可以走了吗？哼 ，Rock， 出来吧，提姆。Captain Timo on duty， 我是提姆。你好，易大师，其实我今天有事情想请求你，你可以帮我吗？啊，这有什么问题？我的剑就是你的剑，有什么问题尽管开口。我可以跟你借钱吗？啊，借钱啊？啊，借多少？6万块。啊，6万块，这么多啊，都可以买20几把弹簧刀了。你不愿意吗？啊啊，没有啊，我的剑就是你的剑嘛。那啊，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呢？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前一阵子我为了感谢妈妈，煮了一碗蘑菇汤给她喝，可是她喝了之后就上吐下泻，还送急诊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医生说是食物中毒。啊，后来我妈妈的情况越来越糟糕，结果有一天医生说他快不行了，然后我妈妈她就在病床前面跟我说。她说什么？她说不可爱哦，提莫不可爱哦。啊，我没有了，我是说你有看到达瑞斯吗？没有耶。那易大师你有看没有？哦，滚 Rock。 提莫，你继续说吧。提莫，提莫，提莫，你怎么隐形了？易大师啊，这不是雷尼克顿吗？我问你啊，你有没有看到提莫啊？怎么了吗？哦，提莫那家伙说什么他妈妈之前把崔健当吸管去喝珍珠奶茶，结果送医院要跟我借医药费3万块，到现在还没有还呢。啊，3万块，这么多啊？对啊，都可以买10几件活脱了诶。啊，我看这边是没有啦。诶，易大师，你的武器看起来不错诶，哪里买的？啊，这把是高原之剑，便宜货，买五送一，我家里还有好几把。哦，便宜货，哎，看看我这把鳄鱼牌的圆月大弯刀，要保定蟹牛还是大蟹八块，就靠这把了，转起来威力无比，就像这样。怎么样，威力不错吧？诶，啊，怎么有怒气？可能是 bug 吧。哦，你刚刚一定没有看清楚，对不对？我再转一次给你看。诶，等一下。冲啥？可不可以不要在这边转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怕你转到我。哎，不会啦，我的技术这么好，怎么会转到你？你还是站过去比较好。哦，真没办法。好啦，我转了。好，请转吧。啊，我要转了。
我转了，我真的要转了。转吧，我转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就说不会转到你嘛，我技术这么好。哎，啊，怎么有怒气？可能是 bug 吧。They will regret opposing me。你们在干嘛？哦，达瑞斯哦，我刚刚哦在转我的武器啦。转武器是像这样子吗？哇，达瑞斯，你武器看起来好锋利哦。哼，我出门前才刚磨过。哎，对了，达瑞斯，听说你有一招叫做锁魂夺命钩，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勾过来，你可不可以示范给我们看一下？哎呀，这个不行啊，要有英雄才能勾啊。哎呦，没有关系啊，你就示范一下啦。还是算了吧。啊，那你就勾勾空气嘛，勾个空气看看啊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勾了。水啊！锁魂夺命钩。哎呀，没魔了，抱歉啊。哎，你那惨呢？下次再勾吧。哎呀，达瑞斯，你来这边干什么？我来找莫菲特，想去打麻将啊。打麻将？啊，可以找我去吗？反正也找不到莫菲特，那好啊。哇，太棒啦！一想到打麻将，我好兴奋啊！麻将麻将我爱你，麻将麻将麻将将。好了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忘了一件事情。易大师拜拜。啊，拜拜，走咯。哦，好。哎，你刚刚怎么可以冲两次？哎，不知道，哎，可能 bug 吧。哦，好险哦。谁叫鳄鱼是个笨蛋，没有发现我在这边，嘿嘿嘿，大白痴，嘿嘿嘿，大白。You have been slain. 刚刚达瑞斯是不是在这里？啊，没有啊。我刚刚怎么听到他的声音？啊，可能是 bug 吧。哦。哦，我脚下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莫菲特，过年要不要去打麻将啊？哦，好哦，那我们走吧。哦。